所以说真的是很喜欢台中，很爱台中。是。那以前有运动吗？以前以
前有啊，咱还有吧？有喜欢的。以前我的除了来中街，有时候大部分的生活圈都是不是在家里，就是去学校，要不然就是去篮球场。哇，喜欢打篮球，是打喜欢打篮球。所以你看，真的是，其实你看，今天大家都是那个很多人都是选手啊，所以说运动对身体真的很好。所以我们要办那种全民运动会，让大家身体健康起来。只要20岁以上，没有到底哦。80岁可以参加哦，真的、哦、非常特别的运动会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藉由运动，身体非常健康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首歌要带什么歌？接下来带来一首新歌，叫《第一个想到你》。第一个想到你，掌声鼓励。Inside
真的很开心可以回来台中，然后哎，大家都是台中人吗？今天在那边有没有从很远的地方来？在这里，真的有吗？有吗？你从哪里来？从哪里？哦，从大陆来啊！欢迎大陆的朋友，今天还开心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唱一首新歌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叫《Loving You》。然后，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，然后，如果没有听过也一样，就是等一下帮我一个忙，因为，副歌是这样。Cause I'm loving you, loving you, I don't wanna lose. But whatever， 但是，行，你们可以帮我唱《Loving You》吗？就是 Cause I'm。可以齁，那我们再试一试哦，再试一试哦。Cause I'm loving you, loving you。很好哎，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吧，Loving You 送给大家。Thank you.
现在要带来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那最后这首歌要唱之前，有没有人想要听？我的别的什么歌今天没有唱到的，很想要听。慢慢的吗？你要听慢慢的？你们会唱吗？慢慢的。会唱一起跟着唱好不好？我会慢慢的。伤心的铃声，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想要听什么？你们要听在意，但没有其他，非常的干。有没有别首歌你想要听？因为爱吗？你要听因为爱？你们想听因为爱吗？那你们会唱吗？那就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因为爱，所以爱。珍惜在一起的愉快，一分开你不在，怀念空气里的对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让我付出我的关怀，不管风吹或日晒，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爱。好了，还有吗？那边啦，有拿我的牌子的，你想要听什么？难受香菇。女孩吗？好，女孩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那立刻就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女孩送给大家。
也希望他跨年来台中，好不好？